请丁晓文老师请做讲评。好，定伦，欢迎你回来哦。谢。果然，我觉得你在台上的台风呢，不像是回来的挑战者，真的很像没离开过。我们就今天这个歌来说，这个歌其实很难，不仅是它的音域非常宽，还有它几段的层次。我想要给你一个观念哈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，尤其是一些 rocker 在唱歌的时候，摇滚不是有些嘶吼吗？你听他们在嘶吼，但是那个嘶吼跟我们真的在讲话的那种嘶吼其实不太一样，它还是有在音乐性里面。那今天定伦呢的嘶吼，尤其是你在那个中间的间奏的那个嘶吼，我觉得其实有点 over 了。那当然今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啊，对，大抢拍啊，对，但是定伦，我觉得你今天进步了，希望你继续精进，加油。谢老师。王志平老师请。你今天的自信的出现在你的眼神上面，其实并没有表现在你的 vocal 上面，你的声音上面。进来的 A 段的第一个音，我曾爱过呢，我其实一开始你有点低不下去，好，有点稍微卡住。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用挤压喉咙方式要表现比较 rock 感觉，其实让我并没有感受到是有 rock 的感觉。所以我严格说起来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适合你，或者是说你的现在的技术你的层面还没有到达这样子可以 handle 这个歌，其实对我来讲有一点勉强。蔡老师。好，听完评审的讲评，是今天虽然有一点差错，但后面还蛮稳定的。对，到底他能挑战90.2分的第三名谢大伟能不能成功呢？没离开过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才定伦这次霸气的演出是否让他真的可以没有离开过呢？分数来到了89.5，89.6。挑战是否能够成功呢？89.9了，90分，哦，很接近了90分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可惜，但分数蛮高的，没有抢那个拍。对，90.2应该可以压住啊。嗯，只要跟他同分就压过去了。对，所以那零扣0.2也不为过啊。真的，真的，对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欢迎送一下，谢谢，欢迎你再回来哦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六位的。